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663页第六行啊，我们从第六行第四个字看起啊，也就第二句啊，极乐典故，皆从弥陀净心流行，众宝所成，非从末时不假经复，随机应现。故曰：一切七宝自然化成。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这几天偶尔感到风寒啊，也就是一般讲的感冒，休息了几天，今天情形好多了啊，我们开始恢复分享大经。这一品，第十六品，唐氏楼观，完全呢是介绍极乐世界的生活状况，啊，这是居住、学习的场所，啊，一切建筑啊，通通都是阿弥陀佛48愿无量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啊，那么这种境界是真的吗？我们很难相信。可这个事情确实有，法照禅师，唐朝时候人，啊，《高僧传》上记载的，
他在早晨用斋的时候，早晨吃粥，低头看到钵里面呢，现的是楼台宫殿，四周围山水，看得很清楚。那么他问，把见到这个状况，问同参道友。同参道友是给他讲，听你讲的那个样子，很像五台山。他就发心。五台山，大圣竹林寺，这个寺庙规模很大。看到很欢喜，文殊菩萨道场，就发心呢，朝五台山。到五台山呢，果然看到。根据记忆当中这条路走，就真正看到大圣竹林寺，无量的欢喜。走到大殿上，正好文殊菩萨在讲经，他在前面一个空位置上坐下来，听到这一座经讲完了，他向文殊菩萨请教，在当前这个时代，人生的根性，远远呢不如古人。无量法门，修学哪一种法门最奇迹？也就是说，容易成就。文殊菩萨教给他净土法门。而且指定持名念佛，自己还念了几声。法照菩萨学会了。这个念佛是有声调的，应该是很好听。让人听到生欢喜心。他离开大圣竹林寺，一路上走啊，做记号。下一次来的时候好找，做记号。这一回头的时候，这个寺庙完全没有了，一片荒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相信法照是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绝对不会说妄语，绝对不可能欺骗人。那么他从文殊菩萨学的这个念佛的腔调，他学会了，在当时他就传给大家，流行很长一段时期，可惜现在失传。民国初年，有一些法师，大概是用猜测的方式铺成一个这个五线谱，我看到了。那么我也找人的时候，懂得音乐的，念给我听，念的是很好听，但是我相信那不是菩萨所传的。为什么呢？很好听，不摄心。菩萨传东西一定能摄心的，他不能摄心，很好听。有没有用处呢？戒言粗击很管用。到舞台上去表演，用唱阿弥陀佛，这大家听得很悦耳，很欢喜。
啊，如果真正在念佛堂用的时候不适合。啊，所以这个东西啊，说明了它真的失传。法照菩萨所见到的，这经上记载的很清楚啊。那另外，慈悲三昧水忏，悟达国师的故事啊，悟达国师世世高僧啊，做了国师啊，国师不容易啊。修行十世，做个国师啊！他要不出家的话，他可以做国王啊！他有那么大的福报，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中国古人常常教人：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中国古代的社会好，从小啊。有受过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不敢非做非分之想，就是安分守己，社会祥和，人与人没有相竞争的。为什么？过人是自己的命，你没有这个命争不到啊！啊，地位跟财富啊。都是多生多疾修因所累积的，那不是一时得来的。求功名，求富贵，有方法，佛经上有书，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能不能得到？命里没有的也能得到。了凡四训是最好的例子啊！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啊，我也依照这个方法。年轻的时候，我还交了几个朋友啊，这几个朋友依照这个方法修，他们是有家庭的啊，有儿女的。命运都转过来了，啊，对我非常感激，说我救了他一家。我说不是我救的，是你自己的信心救了你一家。啊，别人都不相信，你能够相信，真的一教奉行。啊，我有个老朋友，啊，是军官上校，啊，在台湾。啊，那个时候，这个工作也不很顺利，啊，待遇很微薄，好像有五六个小孩，啊，非常辛苦啊，啊，有的时候跟我谈的时候都想自杀，我说绝对不可以，你自杀你小孩怎么办？小孩都还小，啊，所以决定不能，我送他了凡四训，劝他。一家奉行，断恶修善，学了凡四训。啊，一年之后，环境逐渐就好了。啊，小孩我知道的，大概每一个小孩都考去大学，书都念得很好。啊，所以到晚年，整个家运转过来。能改造命运，因为自己的命运是自己过去生中所修的啊，累积的功德作为真今天的命运，那不好，那不好可以改啊，那不是不能改的啊。《了凡四训》这本书是我没有学佛之前得到的，老先生朱金洲老居士啊，我常提起天，他对我非常好啊，在台湾那个时候他照顾我很多啊，大我39岁，
祖父辈的啊，教我断我修善。啊，最后一个认真叫我学习的，我那时候虽知道这个道理，没做啊。真正叫我做的是张家大师啊，叫我修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一定要有这个心，有布施的心。啊，谁遇到缘，随分随力，就是圆满功德。啊，我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命运改过来了。啊，寿命延长了。袁了凡先生，他的寿命53岁。他没有求长寿，啊，他是74岁过世的，延长21年。啊，我的寿命，诸位拿我的八字去算，找好的算命先生，他会看得出来，寿命只有45岁，我这个延得很长。啊，再过3年就是100了。啊，延了这么长呢，我自己都感觉到意外呀。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所有一切法都是变化所作。极乐世界是变化所作，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到了变化所作。啊，大圣主灵寺，很久就有人知道，文殊菩萨道场在五台山，真正有缘人他见到，啊，看你的缘分前身。悟达过失海人面疮啊，迦诺迦尊者告诉他，到你遇到大灾难的时候，你到四川来找我啊，告诉他在哪个山头，你会看到两棵松树，你在两棵松树之间，你叩问，你就见到我的道场。啊，真的找到两棵松树。啊，突然之间看到规模恢宏的寺院道场。嗯，迦诺迦的尊者道场，他是阿罗汉，就出现了。把他人面疮医好之后啊，离开那里，回头再看，道场不见了。啊，我们这个世间有这个事情，极乐世界变化所作，我们就相信了，就不会怀疑了。啊，连鬼神都能变化。啊，这是早年我们这个道场有一个居士，他是从事演艺人员，啊，也是个知名的电影明星，啊，告诉我他们真正遇到的事情，好像我们还有档案。我让他在摄影棚里面讲出来，结果亲身经历的，
啊，他们晚上拍夜景，就在香港这个地方。啊，那个光碟找出来，大家一看就明白了，那不是假的，他不是骗人的。他们这个团队拍完之后，夜很深，大概夜晚一两点钟了，啊，忽然看见旁边呢有一条小街，哎，就也很累了，就走进去，里头有卖吃的，啊，大家都在吃东西，啊，回去之后是一夜没睡好觉。啊，不是吃东西吃坏肚，肚子很难过，吐了很多，这个泥土啊、树叶啊、树皮啊、贴这些东西，吐这些东西。再一打电话给一些朋友，大家都一样，这究竟怎么回事情？昨天晚上遇到什么事情？啊，去找那个村庄，看那个卖东西骗我们。啊，开车到边去了，到那去一看，说坟场，根本就没有街道，没有人去住。这昨天晚上怎么遇到鬼了？鬼也现的那个场，现一条街给你看。啊，可能鬼他看得到的是吧？人看不到，人迷惑了时候，哎，看到鬼的，借这个哎。市场啊，轨道里面的市场啊，这就没法子了啊！再看看昨天找的钱，纸钱，掏出来纸钱，所以演艺人员遇到这种状况不止一次，多次他们对于这个轨道。鬼神呢，非常相信。你要问他有没有鬼神，他告诉你真有。啊，亲身经历了，亲身经历的事情很多。啊，有些人自己没有亲身经历就不相信啊。啊，朱金州老居士，年老了。啊，那时候我们很年轻啊。20才出头啊！啊，把我们看成小朋友啊！我们下班没事去找他了，听他老人家讲故事，全是自己亲身遭遇的。啊，他的岳父，就太太的父亲张太炎，这大家都知道的，民国初年。国学大师啊，在东岳大帝那里做过一个月的判官啊，这他老岳丈每一天天黑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啊，就看到两个小鬼抬了个轿子。请他上轿啊，上轿之后啊，那个轿子好像在空中飞行一样啊，他就上班去了啊。天亮的时候，这鸡叫了，天亮了，哎，他就回来啊。白天晚上都没休息，很辛苦啊。好在他是代理判官啊，他不是真正判官。啊，判官的地位很高，相当现在所讲的秘书长，叫二把手啊。啊，把他在东岳大帝那里办的事情的时候，讲给朋友们听，遇到些什么状况。啊，有一天心血来潮，再试试看，用黄纸。写一个告假，啊，
写一个告假条，在门口烧了。哎，那天晚上小鬼就没来接他，啊，东岳大帝准去了。啊，他可以好好休息一晚上。啊，说的地狱的状况。啊，那么他是佛教徒。啊，心地很慈悲。听说地狱里头有炮烙的刑罚。啊，他向东岳大帝建议。这个刑罚太残酷了，不人道啊，能不能废除？啊，东岳大帝也没说话，就告诉他，你去看看。啊，派两个小鬼带他去看。啊，走了很远一趟，一个很远的路程。到达那个地方，小鬼指给他，真就到了，他看不见，才恍然大悟。啊，佛经上讲的，地狱是造作地狱业力变现的境界。啊，《地藏经》上说的很好，地狱只有两种人见得到，一个是受罪的人。有地狱业，他就现地狱的相。第二个是菩萨，菩萨到地狱的度众生。啊，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这地藏经上有啊。啊，所以他见不到啊，他就完全明了。啊，地狱、鬼道里面的世界，地狱道里头的世界。都是业力变现的，那不是人工去建筑的，没有人设计，没有人施工啊，变化所作。啊，极乐世界完全是变化，我们人间里都有施工。天人就没有啊！啊，天人，四方天以上，天人没有施工的，没有画图的。啊，这些佛法统一说了一句，叫不思议境界。啊，我们无法想象。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说清楚。啊，有缘你自然能够遇见。啊，那跟我们最贴切的就是做梦。啊，梦中我们看到很多境界，山河大地。啊，楼台宫殿，我们曾经梦见过，梦见很多的人。他从哪来的？啊，梦中以为是真的，绝对不是说的是假的。怎么梦醒了全没有地狱道的境况，恶鬼道的境况，跟梦境一样不一样？啊，如果在梦境当中醒不过来，我们这个梦境时间不长啊。啊，会醒过来就没有了。啊，要是不醒了，是不是轮回的现象？啊，梦境变化很大。
绝不亚于我们人间。佛的经典，祖师大德的著述，我们看过一些。永嘉大师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佛也常常把人世间比作梦幻泡影。我们不知道，把这个当真了。不知道眼前全是假象，以假象认为是真相，真正的真相是一无所知。而在这假象里面，造许许多多的罪业。这一些业，就是来生受报的因缘呐。佛知道，这是一个彻底明了事实真相的人。所以有人问，佛是什么？佛是人，是个明白人，了解事实真相的人。那众生呢？众生是个迷惑的人，对于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把眼前的幻象误认为是真相，这叫众生。佛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大慈大悲，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目的呢？目的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他来干这个。虽然是现，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住世80年，在中国这块大地，历代的祖师大德，还有一些在家居士，佛菩萨应化来。他们跟我们在一起，和光同尘。做种种事情。根利的人，有缘的人，觉悟了。跟他接触，听他说法。根基薄的人，缘分浅的人，种了善根。我们也把他当作普通人看待。这是正常现象，其实不然。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跟我们不一样。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地方不一样呢？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这不一样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叫凡夫。你要想知道什么叫佛，什么叫菩萨，什么叫罗汉，大乘经教上很简单地告诉我们。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
乃至意分别执着，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能够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就是佛。所以《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有没有说错？他没说错，他说真话。我们如果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就是佛吗？啊，这个境界里面就是明心见性。啊，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所以你的心不明，你就见不了心，就这么个道理。啊，佛有本事，在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啊，菩萨有本事，菩萨起心动念。啊，他有什么本事？他不分别不执着，虽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菩萨。啊，阿罗汉也了不起，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我们没嘛办法了，我们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具足。不肯放下了，坚固的执着，执着就造业，执着就迷惑。啊，那么造业，业有善恶。啊，造善业，感三善道的果报；造恶业呢，感三恶道的果报。善恶道、三善道也不是真的，跟梦幻泡影一样，跟做梦一样。啊，三善道呢，到天堂去了。啊，天堂是个笼统的说法，佛说得清楚，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单单欲界还有六层。啊，色界十八层。无色界四层，总共28层天，讲得详细。啊，往上面去，越上面去越殊胜，福报越大。啊，到化乐天，这欲界，欲界第五层天的化乐天里面，一切所享受的这些物质现象，通通是变化所作，啊，不需要施工啊，不需要去营造啊，啊，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能够想象的，可能第四就斗率天以下，还有施工的这个念头。啊，像我们这边建设，要画图，要施工，要设计。啊，化乐天是这个决定不需要了。啊，到欲界第六最高的一层天，是他化自在天。所以我说，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是他化自在天。极乐世界一切的受用，不是我们自己变现的，阿弥陀佛变现的，给我们受用啊。我们受用的时候能够得到如意啊，如意是什么？譬如佛示现这一栋房子给我们住，
我们嫌它小，大一点，哎，它就变大。太大了，我希望它小一点，它就变小。啊，希望房子在地面，它就在地面；希望房子在空中，它就升空。它能随我们的意思。这个在娑婆世界不是在极乐，娑婆世界都有这些事情啊，极乐世界有啊，是理所当然了。啊，这就是有什么稀奇啊？所以这些经论都多了啊。对于这些不思议的境界，我们就能接受。啊，就能呢不怀疑，啊，相信这个现象是有，啊，但是所有的现象不是永远存在，全是刹那刹那之间的变化，无常啊。但是凡夫心粗，是粗心大意，这个无常的变化了。我们见不到，像弥勒菩萨跟我们说，我们现前的境界啊，是刹那变化的，我们完全没有感触啊，经典里面。经文上有，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啊，佛问弥勒，他们对话实在是说给我们听。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们问不出来？不是我们的境界。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典的原文。啊，用我们今天白话来说，就是佛问弥勒菩萨：一般人心里动个念头，这七个念头，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念头？有多少个物质现象？有多少精神现象？啊，他问嘛，心有所念，即念是多少念头？即相识也，即相即识。这一句话里头问了这么多东西，弥勒菩萨回答的是：一弹指，啊，这一弹指时间很短，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百千是单位，100个千，10万，10万乘32亿，啊，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细念，细念我们不能觉察到，320兆个细念纠缠在一起，我们感觉到有一个念头，啊，即相，相是物质现象。这个佛就很说明了，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啊，那换一句话说，320兆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里头都有物质现象，
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精神现象，就是识，是就是受想行识。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才恍然大悟啊！佛经上常讲的五蕴皆空，啊，《心经》大家常常念，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看见了，看见事实真相了，啊，事实真相是什么？是五蕴，五蕴空的，不是真假的，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啊，那现在我们的科学用的单位，时间单位是秒，一秒钟我们可以弹几次，啊，弹多快？我想年轻身体好、体力强的，啊，一秒钟至少可以弹5次，5次就乘5，320兆乘5，1600兆，啊，换一句话说。这一个念头，也就是无蕴的寿命。无蕴存在多久？用秒来说，是1600兆分之1秒。换一句话说，一秒钟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就是构成整个宇宙一切万物的这最基本的力，基本的东西，这个现象，基本的现象，它的寿命是1600兆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它的生灭是1600兆次。我们怎么会知道？前年灭了，后年生，一个接一个。前面的这个现象不是后面的现象，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那么我们对于事实真相是根本看不到的，不但我们看不到，阿罗汉看不到，阿罗汉能看到微尘，啊，阿罗汉的天眼，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天道28层天，包括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出天也见不到，应该是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原子。微尘啊，佛经上讲的微尘啊，啊，至于最小的微尘，佛经的名词叫极微色，啊，极端的极，微细的微，极微色。佛说，这是物质最小的。它不能再分了，它再一分就没有了，物质性也不见了。那么佛这一句话被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他们真正看到了，啊，借助精密的科学仪器观察到了。啊，他称为这个东西，佛经叫极微色，啊，也叫极微之微，科学称为微中子，或者叫中微子都可以，啊，中微子、微中子都可以。科学家告诉我，它体积多大呢？
科学家是很具体的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100亿个纠缠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电子是原子里面的，原子打破之后，发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构成的原子。换一句话说，是电子的1/亿分之1。我们没法子看见，佛能看见，佛不用科学仪器，用什么？用禅定。禅定到一定的功夫，我们六根就通了。六根可以互用，也就是见闻觉知。任何一个色法，它都具足见闻觉知。看东西不一定用眼，耳朵也能看，鼻子也能看，手指也能看。六根互用啊。那么见闻觉知的能力是自信的本具的，它是属于心的。迷了的时候变成阿赖耶。阿赖耶里面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就是自信的见闻觉知，它变质了。佛的教学帮助我们恢复自信，恢复心德。佛用什么方法？用禅定。这禅定是修行的总枢纽。佛教修行的方法就是三个字：戒、定、慧。戒是手段，因戒得定。定是个枢纽，转变的枢纽，包括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它是个枢纽。84000法门是80000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道。修什么呢？通通修禅定。所谓是归元无二路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84000是有数字。实际上讲呢，这经上也常说，法门无量誓愿修，任何法门都可以，只要专一，
一就是一心，一心就是禅定啊，所以一可了不起啊。我们世间多少圣贤豪杰，他懂得。啊，你只报一，啊，守住这个一，你就成功了。啊，所以佛教人，佛说那么多经典，是为不同根性的人，你不能劝说。啊，你只能在所有这些门路里头选择一门，你就能得定。啊，同时涉猎很多门，这不可能的，这是错误的。啊，这是佛不主张的，佛主张一门深入。啊，一门真正通到底了，就全通了。啊，定力功夫深呐，深到极处，达到自性本定，这就圆满了。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啊，这个境界现前，你就真的大圆满了。不能分心呐，叫万缘放下了。啊，四上可以有，为什么？它没障碍。华严上离思无碍，四思无碍。啊，四上你尽管去做，善财五十三财在四上表演给我们看。啊，言什么呢？言动中有不动。啊，四上三方是动啊，不动什么？念头没动啊。啊，看的很多，听的很多，没放在心上。啊，心上一尘不染，这真本事啊！啊，真的世事无碍啊，离世无碍啊，得大自在啊！啊，这样才能教化一切众生。啊，为什么？事是假的，放在心上就错了，不放在心上没事。啊，理是真的，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自信非物质，非精神，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是思维呀，思考啊。啊，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精神现象啊，没有。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没法子说，不得已说出三个字，叫常寂光。这是净土宗讲的，这就是真如，就是本性，就是自性。常呢，永恒不变，这常的意思，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即是清净即灭，里头决定没有作为，就是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光是想它在哪里呢？它像光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它是所有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一切法从它而生。啊，没有它就没有一切法。一切法是假的，它是真的。一切法刹那刹那在变，
它永恒不变。啊，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屏幕就是长激光，它永恒不变。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包括一切诸佛道场，是什么呢？是屏幕上显出来的画面。啊，我们这个十法界一中假的画面，诸佛刹土也是画面，都不是真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没有说极乐世界除外，没有讲。啊，没有讲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在外，也没说，那就通通包括了。凡所有相，包括诸佛刹土，包括极乐世界，啊，包括华藏世界，包括密严世界，通通包括里头，通通是虚妄的，啊，是生灭法，是无常的，啊，真的长久光，啊，长久光身土都融成光了。都变成光了，啊，我们身变成光了，啊，我们的念头什么都变成光了，啊，这个光明遍照啊，是佛光遍照，无时不照，无处不照，但是这个光我们肉眼看不见，肉眼看不见也叫光，以 X 光肉眼看不见。紫外线肉眼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光很多，肉眼能看见的光很色小的小部那一部分的，啊，我们讲光波，啊，比我们现在能见这个见度，比我们长的看不见，比我们见的短波的看不见，啊，我们借用科学仪器能够侦测到。有 X 光存在，有红外线存在，有紫外线存在，宇宙之大了，无奇不有啊！啊，本来我们每个人都通达、都明了，跟佛一样。啊，我们现在执着这个身是我。坚固执着的不肯放下，这就坏了，就迷了，把我们的能力、自信的本能统统丧失掉了。那不是说它不生不灭吗？怎么会丧失掉呢？没错，是不生不灭。这个丧失也是个比喻，不是真的失掉了，是什么？起作用啊，扭曲了。你看自信里头，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跟佛没有两样啊。那我们的智慧到哪里去了？智慧变成烦恼了，无量无边的烦恼原来是智慧的变相。那不觉悟的时候，就是烦恼就变成智慧了，作用扭曲了啊！觉悟的时候，烦恼一转变成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的德能呢？德能变成造业了，我们的相好呢？相好变成六道轮回了，啊，变成十法界了，就它变质了。啊，真正觉悟，
为众生现象，他不是为自己。啊，自己永远住长吉光，长吉光是报身，现象是什么？啊，长吉光是法身，啊，现象是报身，报身现象是度已经证得报身的人，他没有证得长吉光，帮助他们的，那是什么？那是极乐世界。那是华藏世界，不一样啊！啊，84000法门都要持戒，都要修定，开智慧，明心见性才能成就。我们想想，我们走这个路子行吗？理论一点都不错，我们这烦恼能放下吗？啊，断不了啊！真想断呐，它就断不了啊！什么原因？无量劫来养成的习气啊，不知不觉它就现行。凭我们自己本事修戒定慧断烦恼明心见性啊，84000法门摆在我面前，这叫通途的，都要遵守这个原则的。我们衡量一下自己，真不行啊。那所以我们感恩阿弥陀佛，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他太慈悲了，他想这个方法好极了。那这个方法是不断烦恼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生到极乐世界虽然有同居土，有方便土啊，所谓同居方便三杯酒品，是随顺我们世间人分别执着而说的。到极乐世界去，到那边之后，你就完全明了，那边是个平等世界，全是十宝图。啊，这十宝图是真的。啊，方便有余土跟凡圣同居土啊，是有名无实，不是真的，这就太殊胜了。啊，那个地方，今天我们讲生活环境，最理想的生活环境。修学环境啊，阿弥陀佛不但自己在讲堂天天讲经说法没中断过，佛戒引一切众生往生化身去的啊，十方世界有多少人往生，他就现多少个变化身啊，每一个身去接引一个人，他化身去的啊，借到极乐世界这个往生的人，在莲花里面它就发生变化了。啊，莲花里面那是阿弥陀佛48愿无量劫修行的功德
成就的莲花了。但是我们众生要念佛，不念佛，莲花就不现前。我们念佛，莲花就现前，而且莲花上有自己的名字，绝对不会错的。啊，往生的时候，佛拿这个莲花来接引，我们坐在莲花里面，莲花合起来了。啊，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中。啊，花一打开，我们整个产生变化了。啊，这个阿赖耶变的身体啊，完全丢掉了。我们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心是阿赖耶的见分，全都转变了。转八识成四智啊！啊，身呢是法性身，就是唯心所性，没有唯识了。唯识所变，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通通是唯心所性。那换一句话说，所谓的同居土，所谓的方便土，全是十宝土。啊，我们了解这段事情，对阿弥陀佛不能不感恩呐。对他的感恩呢，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只有礼拜呀，只有念佛。啊，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真正报佛恩，佛没有念头，就希望你赶快来。我们说这些话都是不得已，都是方便说，不是真的。要是真的，佛希望我们赶快去，佛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他就堕落了。他没有起心动念，但是他所有一切设施确实是戒引设方一切念佛众生。啊，用我们的心态来说，他是盼望着我们赶快去啊！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他那个盼望是没有起心动念，是从真心里头现的。起心动念是妄心，起心动念就叫做阿赖耶，啊，就变了，啊！所以我们对于经文世尊给我们介绍的，身心不一，啊，这个不是设法界诸佛菩萨了，这个设法界里头的境界不是的，啊，设法界里面的人，这些众生无法想象，他想不到。他也说不出，啊，这个信心能建立，我们跟净土的缘就深了，这一生决定往生。啊，我们要坚定信心。啊，为什么呢？遇到一些有学科学的，或者学其他的这个法门，他要跟你辩论，啊，他说你完全着相了，你是迷信，啊，跟其他宗教讲天堂，这有什么两样啊？啊，跟诸位说大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天堂还是阿赖耶变现的。
这个法门就是坐在莲花这段时间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在这段时间转八十乘四支，这是真真不可思议。这一桩事情佛说得很好，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彻底了解诸佛如来，他们了解等觉以下都不行。那么既然诸佛都了解了，为什么诸佛不像阿弥陀佛一样的发心？为什么还赞叹阿弥陀第一？为什么自己不发心？这是我们的妄想，这是我们的分别之处。实际情形什么呢？实际情形，每一尊佛都是阿弥陀佛。佛化身在常寂光啊，光光相融啊，你分不出了。你成佛，契入常寂光了，跟所有的佛融成一片了。身分不出来，心也分不出来。乃至于智慧、德行、相好，通通都变成常寂光。常寂光无处不在。所以佛没有一样不知道，我们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佛知道。我们身体也在常寂光里头，没有离开。这个里的东西真的是太深了，太妙了，微妙到极处啊。佛用的这一句话不可思议，叫不可思，就无法想象。议是议论，就是说明，说不出来。怎么跟你讲，你也没办法听懂。所以只要你信，你信你就有福了。这个跟信仰其他宗教完全不相同。千万不能扯在一起，这是佛法的最高的法门，无上法门，真能够普度一切众生。真正相信的人，了不起的人，大乘经上说过很多次，届时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现在你遇到，你是得到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你才能相信。可见他的心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今天信了，信了怎么样？功夫不得力。佛号连不上，念念就断了，念念就断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够，是这个现象。不够，有办法补出来。我们确实看到在这个世间造作无逆施恶回报大乘的，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他临命终时候，他很幸运，他头脑很清楚，他不迷惑，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遇到了好人，念佛人劝他念佛，他在这个时候马上
就接受了，就相信了，就不怀疑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十声，他往生了，他真往生了。这人不是占大便宜了，本来是地狱啊，这一下不就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啊？啊，这是我们看只看到这个表面的，而实际上你没有看到过去，过去生生世世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在这个节骨眼当中，关键的时刻，啊，他一下醒悟了，接受了，诸佛如来威神加持他，他不迷惑，这就成就了。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样人多不多呢？我相信也不少啊。啊，可是问题，这就是你的业障了。如果你临命终时是迷惑颠倒，就完了，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决定到我道去了。啊，几个人有把握，临终头脑清楚。有人帮你助念，有人来提醒你，你有这个把握吗？没有这个把握，那我们自己就要下定决心，要把我的善根福德补足。啊，多少时间补足呢？我们看到《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面，绝大多数三年。啊，我们相信三年一千天呢，是决定可以不足的。啊，那么三年，第一年也是断断续续的，大概到第二年的时候可以保持功夫，这个佛号不间断了。啊，真能放得下了。李老师往生的前一天下午，那是我在台北讲经，告诉我身边的学生，告诉大家说，社会乱了，啊，灾难慢慢多了。我们学佛的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懂了，诸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同学们把这个话打电话告诉我，第二天早晨清晨他就走了。我这一件皮衣就那个时候做的啊，这个是把皮衣变成这个咖啡色的，是第一件啊，现在用的人很多了啊，以前没有这种颜色，都是红色的啊，红色是正色，佛避免，佛的袈裟是染色的，啊，这是染色衣，啊，五色红黄蓝白黑是正色，五种正色，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成这样，啊，这叫染色衣啊，啊，我这件衣做好之后，老师往生，我打这一件衣送他。
学佛一定要依经典，依教奉行。啊，不能违背佛的经教。啊，经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理太深了，我们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不必强求。最重要信心，信愿信。啊，我真相信，我再不怀疑了。啊，我怀疑，对不起老师。啊，老师劝我修净土。十多次了，不是两三次了。啊，我很感激他老人家，但是那个时候没接受。所以我相信这个经的难行之法。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跟方东美先生，我是学哲学入门的，把它当作哲学来学习。啊，方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他不说佛，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从这个单元入门的，认识佛教了。啊，认识之后，我遇到张家大师。啊，这是专修佛法的人，有个大德。啊，我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啊，讲经教学是李老师传授的。啊，三个老师。啊，劝我修净土是李老师。他的净宗老师是印光大师，啊，我们跟印光祖师是一脉相承。啊，一定要有信心。啊，如果要是没有信心，这一生白学了，太可惜了。啊，晚年我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我们成为真正的道友。我在海外专修转弘，他在国内也是专修转弘。啊，当时学习无量寿经的人就是两个人。啊，我们见面特别亲切，遇到知音。啊，他老人家在世的那几年，我每一年会到北京去两三次去看他。这些人都不是普通人的。夏莲居老居士有一副对联，这个大经本子后头有：做事无如念佛好啊，
我们生在这个世界，无主无事，这就是染污啊，五种染污啊。第一种，我们遇到染污的时代啊，过去是无主无事，我们总认为世尊说话说得太过分了一点啊。那么现在呢，翻开经典呢，我们完全承认啊，我们居住的地球被染污啊，现在染污严重是土壤被染污了，水源被染污啊，每一天吃东西，这东西干不干净，能不能吃，这在从30年前没有观念的，什么都能吃啊。30年前我到香港来讲经啊，什么地方吃东西都不会有怀疑，现在吃东西都不放心了啊。借助就时间的染污，这个时代啊，什么东西染污呢？念头被染污了啊，见着心理被染污了。心理染污，当然身体也就被染污了，生活环境被染污了，学习环境被染污了啊。学习里很多邪知邪见的这着实啊，着实生在着实，没有比念佛更好的啊。念佛的人就是有福气的人啊。用什么方法在无着卧室生活，要用念佛啊，念佛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清除这些染污，我们在染污当中能够不被染污，要念佛的功夫啊！啊，功夫好，真的会把业障念消掉啊！啊，身心清净，不受其害。啊，病毒到我这里来就变成清凉了，那个毒带的毒性就化解掉了。啊，这一句佛号有这么大的力量，啊，非常神奇，不可思议。啊，我们要认真，要重视它。啊，它底下一句是：“此生断为大净来。”这个话说明白了。他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就是来汇集无量寿经啊。那么黄念祖老居士来干什么呢？就是来为住这一部无量寿经，其他都是附带的，那主要的啊，我们今天接着干的啊，是来干什么？来做样子的啊，做学习的榜样，做乘船的榜样，做红护的榜样，我们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的，无非都是为这桩事情。为什么？唯有这个法门能帮助世尊往后
末法九千年，这九千年的众生呢，因此经，因此持名念佛的法门而得度。啊，其他的法门虽然好，啊，我们也鼓励大家一起弘扬，谁喜欢哪个法门，专攻哪个法门。啊，到最后呢，很多人会回头，会专修净土。啊，我本人就是个例子，我学佛62年。前面30年，我对净土没有信心。啊，对于这些大经大论，啊，《华严》《法华》《楞严》《般若》，啊，《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对这个非常有兴趣。啊，下了很深的功夫，用了很多的时间。啊，怎么相信净土？讲《华严经》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想到，啊，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最敬仰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这是我最敬仰的文殊的智慧呀，普贤的实践呢，真干呐！啊，最佩服的。啊，想起了他们学什么法门？啊，经文，在40华严第39卷看到了，他们是念佛往生净土成就的，这还得了吗？啊，这当时我们看到这段文的时候，汗毛直竖啊，受到极大的震撼。啊，回过头来再看善财童子，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啊，入室的弟子。他修什么法门？展开53参，第一个，我们中国人讲，先入为主。啊，所以第一参是太重要了。第一参，吉祥云比丘。他修什么法门？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这也给我们大开眼界。我没想到啊！啊，再翻翻最后，第一头一尾，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倒归极乐。我们对于净土的信心才定了。啊，老师苦口婆心，我感恩。没接受，这个时候对老师就特别感恩。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接受？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啊，但是一般讲是有好处，自己不是亲身经历，建立信心。啊，别人劝告的是比较困难。啊，这是自己从这个地方升起信心。啊，这个信心发了，不会退转。啊，晚年我们又遇到海内外对于汇集本提出质疑。啊，很多人原来修这个法门的，用这个本子的，以后改换别的，改换康僧铠的本子。啊，当然
不错。啊，我们表演的更坚定。啊，前年啊，清明，我们讲华严中断，全心全力来跟同学们分享大境界。啊，细说大境界，增长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愿心。啊，不管多少人反对，我下定决心走这条路。啊，我绝不是迷信。啊，绝不是受某个人影响，没有。啊，我完全从经教上，啊，透过大经大论，才真正体会到这部经的微妙。啊，才知道这部经足足可以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一切经到最后总结就是这一部经。啊，真正不可思议。啊，那么讲到这些，介绍极乐世界，这是我们讲实际的状况。啊，生活状况，学习状况，啊，微妙到极处，啊，是阿弥陀佛清净心流现的众宝所成，啊，这种不思议的境界，我们不能不多说几句。啊，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断疑生信，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境界完全看到了。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解释七宝，七宝有许多种的说法。念老在此地也是举个一两种，让我们啊知道有这些事情，绝对不是我们世间这些七宝能跟它相比的啊，所以他们那边的珍宝也不可思议。为什么？是自信变现的，没有通过阿赖耶。我们今天这个世间七宝是心性识变啊，极乐世界七宝只有心性没有识变，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不住珠，一般叫珍珠，啊，蚌壳里的所生的，一百色的，最珍贵，啊，是白珠者，珠中之上品，啊，价值也最高，摩尼。也是宝珠，
啊，前面说过，印度称为摩尼，我们中国翻译是如意宝珠，能随人意，交流，互相网络，如汉译经文里的时候，佛衣白珠，明月珠，摩尼珠为角落，覆盖其上，宫殿上，树木上，都盖覆着罗网。这个罗网里面系的都是宝珠，无量珍宝所成。说如是妙珠摩尼所成之网络，覆于七宝楼观兰唇之上，极为明妙啊！这是一种装饰品啊！不但宫殿、楼观，而且连树木花草上面都用这个做装饰。又往生论里面有往生论跟我们说依报十七种庄严，说宫殿住楼阁，观十方无碍这宫殿楼阁就像我们现在的电视一样，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十方世界如果我们从地球上去的，你想想地球现在是什么样子，画面马上就现前，你就能看见会看得很清楚十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智慧现前，德能现前，神通现前，相好现前，而且知道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当中你在哪些地方住过，你跟哪些人有缘全都知道了那真叫大开眼界才晓得迷失自信之后在六道在十法界流浪这些状况统统现前，都能看到要看十方诸佛也从这个圈也能够看到观十方无碍，杂树异色光，树放光，珍宝放光光的色彩无量无边，宝蓝变为柔蓝是蓝感都是珍宝所成便是普遍，到处你都能看到楼观亭台都有栏杆围绕。又第四十二，这是四十二页，彻照十方愿愿文里头有说，所居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佛所住的，大众所住的，都是同样的。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希望每个人相貌相同，生活环境一切都能如自己之愿随着自己的喜爱
这个非常难得了。啊，使大家在这个环境里头培养清净心、平等心。啊，这个世界是平等世界，没有高下。啊，但是一切受用呢，随心所欲，个人喜爱不相同。这个物质是随着自己念头变化，也不相同。啊，人人都有这个能力。君表啊，极乐智，宫殿楼观，介入明镜，照纳十方。啊，十方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看见。故坛鸾法师说，宫殿楼观。尽纳设方，宝树宝兰互为因石，可见极乐之明妙，无能比者，故云明妙无比，光明微妙，在十方世界找不到。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前面读到，阿弥陀佛，因地上曾经参访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取诸佛之长，舍诸佛之短。换句话说，诸佛庄严的、美好的，他统统要，将来极乐世界都会现前。有缺陷的，不是很完美的，不要。所以极乐世界成就之后，超过一切诸佛世界。啊，到极乐世界。等于是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乘，啊，那我们可以说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首都，啊，无论在哪一方面说，它都是第一，都是最优越的。啊，我们今天把目标锁定，我们决心要往生到这个世界，啊，要往生到这个地方去，绝对不错过这一次的机缘。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